两千吧，两千人吧。后面的朋友，来坐一坐。哎，你好好哦，你跟我挥手哎，好开心哦。好，来坐啊，过来这边，这里有那个打赏箱。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我们只是很爱唱歌。那我们但是尽全力，尽全力唱好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打赏箱啊。哦，来，好，来哦。旁边呢，来这里坐，还可以消费那个茶都好喝，自己的东西都很漂亮，买回去做纪念，这样吼。好，这雅雅很可爱，雅雅其实，他们几个其实都表演机会不多，这样，其实我也不多啊。然后雅雅就说：“姐姐，我不会讲话。”我说：“你不会讲话？”我说：“那我帮你讲话好了。”其实我也不太会讲话，我只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这样，哦，好。第二首是他不爱我，莫文蔚。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任性，拥抱的时候。牵手的时候
下来呢，就是换我。今天那个嘉威演唱会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嘉威这样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很久以前，大概四五年前，超级偶像，有吗？槟榔姐妹花，有没有印象？槟榔五十，槟榔几把，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印象，好了，算了，那我没有讲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其实来这里唱歌，心里面是对自己，我觉得自己很勇敢，因为以前我就是，喜欢唱歌，然后到处比赛，然后就是到就是遇到难关啊，可能被打败，这样就不想再去比了，所以就都来这里唱歌的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谢谢你们来了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威，家里的嘉，蔷薇的威。好，我今天带来一首《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》。掌声。